后一排学生成为老师。什么呀，老师？你这排位打得也太烂了，这不三一二连招三杀了吗 ？Triple kill！ 这次考试你要都能及格。你是干啥呢？不写作业呀？老师，我你这写错了吧？啊，哪儿错了？双子座和天蝎座适合在一起吗？双子座和天蝎座是两个非常不同星座，他们的性格和行为方式有很大的差异。老师，这是什么软件啊？它是抖音旗下的 AI 软件豆包。目前来看，你们的感情不合呀。但如果你能好好学习，它可能还能看得上你的聪明，你们的感情还有挽回的余地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回家下个豆包，还能帮你学习英语、学写作。有什么问题直接语音问他就行了。实时联网都是最新的信息，全免费。这都 AI 时代了，点左下角学聪明点。谢谢哈老师，我一定要用它变聪明，我一定要把它追回来。主任，你找我有事啊？哦，对，最近接到校级通知，说咱们学校有不正风气，你好好检查检查你们班级。哦，主任你放心，我一定严查。同学，你是新转来的吗？哦，你们晚上有什么活动吗？我去，原来咱们是一类人呐！你们都去哪个网吧呀？就学校对接那个，一会儿晚自习咱们后门翻墙，我在底下等你。都有谁呀、啊？张幼芝、张程程、邱少林，还有我。哦，好啊，张幼芝、邱少林、张程程，还有大义，你们四个给我出去站！啊！我的老师，谁叫好好，给我滚出来！我、哦、真服了。校长，你看过吗？他把我们学生打成这样，成何体统啊！你为什么要打人呢？校长，是他先打的我，没打过我还恶人先告状。怎么可能呢？我班这孩子从来不打架，反倒是你，全校谁不知道你天天不学习就会干坏事儿？校长必须开除的，这种孩子你的确不适合继续上学。不是，干坏事了，那你可来了，坑了你班哈哈狗。的超能力，咱们一股香水味都熏死了，把窗户打开透透气儿。
是啊，一进咱班就闻着一股韭菜盒子味儿。刘老师早餐就喜欢吃口重的哈。哎，大姨，这俩人咋的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你们不知道啊，昨天老刘占了英语老师三班一节英语课。他俩这样肯定不是个事儿啊。好好，你想想办法呗。行，没事。哎，老师，你干嘛去了？哦，下午有点事儿，我要回趟家。哎，对了，你问你们班主任下午有没有时间，帮我代解三班的课呗。哦，我们班主任好像够呛，他有事儿。哎，我们英语老师肯定没事儿，要不让他带？行，那你帮我问问。哎，好嘞。你们班主任真的把下午三班体育课让给我？当然了，我们班主任还说你上课辛苦了，这不特意让我给你买的水吗？你们班主任有心了。我事儿办完了吗？你就在这玩儿？你这是玩啥呢？三 D 沉浸式修仙手游《凡人修仙传人界篇》啊。这我知道，我修炼的剑修刚突破到筑基期。哎，你这怎么修炼反派魔修啊？谁说剑法才是正道？李连杰都说了，道法万千皆可成仙。我魔修无拘无束，仙草不够就去采，丹药不够就去打 NPC 爆，主打的就是桀骜不驯，号令世间妖魔，刷图直接吸取敌方修为，越打越强，跨级秒杀，轻轻松松就能通关副本。你点左下角，我们一起玩魔修。这么棒，这快带带我。来啦，刘老师今天气色真不错。可是可不打扰你了。我的老师，说事儿啊，下周咱们需要组织个演讲比赛，咱们班得出个名额。有没有自告奋勇的同学啊？是，咱们哈哈文笔最好，应该让哈哈去。对呀，肯定让文笔好的去比赛啊！我也支持哈哈。既然大家都这么极力推荐哈哈啊，哈哈，你什么想法？老师，我不行啊。第二，哈哈，你下课来我办公室一趟啊。老师，你还是找别的同学，我肯定不行。哎，老师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你得对自己有信心啊，都是大小伙子了。锻炼锻炼行不行？没事，老师，老师教你一招，你在演讲的时候把下边的观众都当成萝卜，这样你就不会紧张了。好，老师，对了，男子汉嘛就得大方的，回去好好收拾收拾自己，把那衣服换一换，把那青春期的胡子刮一刮。老师，我胡子怎么刚刮完？那你肯定用的是电动的吧？上台演讲，很多人看着你，用手动的收拾得更干净，让人家挑不出毛病。手动的不割刀网，刮得更干净。来，老师送你个极越盈利和手动剃须刀。老师，我没用过手动的。很方便，我送你的是手动里面的高端品牌，五层渐进式刀片，保护须根部，提起来刮干净。你看你老用电动的，里面那么多污垢，脸上长那么多痘痘。是啊，我那个都有味道了，关之后一冲就干净，放在磁力底座上面。男孩子多注意注意卫生，摸起来都不扎手了，真的好干净。谢谢老师。用手动提须也是男人长大的象征嘛，恭喜你长大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一年九班哈哈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一年九班的哈哈同学。我的演讲题目是，谢谢大家。敷衍晴老师上课，来上课啊，课代表。